2999两晚，3999三晚，就能住到桂林燕山的独栋别墅，还送旁边海世界的门票。酒店建筑群依山傍水，沿湖而居，外观设计巧妙地将侗族元素穿插其中，与层峦叠嶂的喀斯特地貌遥相呼应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别墅入口竹林掩映，套内面积给得十分阔绰。推门而入，办公桌、沙发、四方桌、迷你吧等呈纵向铺设。四方桌上放置了古朴的中式茶具，国风韵味十足。沙发背景是一整幅通高的山水画，与随意摆放的撞景抱枕相映成趣。迷你吧内容丰富，各种器具以开天窗的形式陈列。卧室与客厅双向贯通，广西民族特色的床旗包裹着白色的被套，度假的氛围感拉满。浴室窗外绿意盎然，室内则以一个大号的圆形浴缸营造一种休闲放松的泡浴场景。淋浴水压很足，备品用到的是欧舒丹的马鞭草。我是派克，我们。